晚安，晨晨、阿明、双燕、玉凤，玉凤好久不见。Hello， 晚上好。Hello， 卡丘，小猪耳朵。这是我的晚餐。昨天没有很认真在看 GD52， 所以我现在来看。嘿，阿明送的布，没有，这个是潜水机。谢谢卡教授魔法棒，晚安晚安，草莓酱晚安，卡丘晚安。我来回猜，输了。阿洛企鹅沙丁鱼，晚安，晚上好。因为我们这一团的 Q 是塔口，其实我觉得有点。阿洛修泽。能替塔口担心，有点担心塔口。那时候塔口完蛋了，所以他必须得更努力，我替他非常紧张。我其实有点就是希望自己不要。晚上好。就是墓碑定律，你越不想要的事情，它越会发生，不会影响团队成绩吗？这边应该说是占这个团队里面比较多的分数。对啊，玉凤好久不见 ，Hello 齐三蟹，杨公公晚上好，同讯。你不要讲了，跟交代后事一样啊！谢谢修泽分享，谢谢柠檬送的魔法棒。百分之百的力气，不能让我的队友们失望。张嘉欣也是。Hello。是我，为什么不是 A， 对不对？为什么？拉泽，谢谢修泽的分享。晚上好。我真的已经超久没有在晚上播。Hello， 明金，谢谢明金的分享。Hello， 黄鱼、孙磊，晚安，晚上好。Hello， 坤坤，晚上好。正在看 DD52， 我也是，我也正在看 DD52。投票投起来，没错。谢谢阳光的分享，今天也要记得投票哦。回家中等等来，好的。Hello 单细胞，在 DD52 哪有这一集？我根本没有干嘛，这就在旁边拿雨伞走来走去，完全没有干嘛。Hello， 高桥城，偷气奶，晚上播我好累，难得在晚上播，因为这礼拜都没有时间，只好在这时间播。Hello， 兔子甲。九一一。Hello， 高桥城。您 ，Hello， 晚上好。王心凌。哦，镜头超多，当然啊，是他的那个主题啊。谢谢明金送的星之冠。Hello， 大家好 ，GD52 的学员们，你们好，我是 GD 王心凌。噔。好，期许你们在迈向你们。应该是皇后区的皇后。保持你们的爱情甜蜜甜心，
今天我们四位导师都要为他们打上一个整体的总分数，可是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跟皇后有关系，所以请大家务必要特别看这个 Queen 她的表现怎么样，因为她的表现攸关于所有团队的表现，当然要看整体，可是 Queen 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请老师们都仔细的看，今天的表演一定也会很精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赛制。下礼拜就没有了，都是平日的下午播。Hello， 综合喵喵。我爱林小雨。什么啦，高桥成？因为他就表情包啊。他的反应都很好，节目爱用。对啊，潜水机，他很威武。这是潜水机。现在不是放暑假吗？还没有。现在我们要上幸运四叶草。现在我们要上花之精粹。现在明星送的玫瑰，现在正在要送花枝精粹，你也带什么？哈哈，我现在很饿，我今天都没有吃东西。仿佛两个世界，我还把抱枕拿起来抱。Hello， 桃花哥。难过，好可怕、哦！如果不够优秀，会被淘汰。哎，没画出来了。我有太多想法，哦那那那那那什么？相信有一天看到远方，是这首吗？是吧？真的活在你身上。安娜的肉吧 girl， 他唱的是怎么回到底说我在吃潜水机，可能是潜水机让我变漂亮哦。谢阳都上了，我的想法不能有贝阳好可爱，毕竟我觉得其实少女其实有点在讲我几年前同学讲的好像很老的样子。谢阳公送的玫瑰，谢玉凤送的 love， 有吗？你们有在看 DD 五二吗？你们现在在看什么？一个口令做一个动作，噔噔，多的想法不能有。看一个每次不一样答案，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有点太多想法，哦那那那那那。乱跳。还在外面，原来如此。做的了，有懒人包吗？谢谢高桥成送的 kiss 啾啾，谢谢齐真宪送的布，我来回猜，赢了！哎，还有一个，等一下，谢谢中华喵喵送的布，也是赢了哦！我第一次连赢两次，上班都辛苦了，可电视版都比较少，学什么战争词？什么啦？谢谢，谢谢高桥成耶，谢
向阳公司的掌声鼓励来送头。送头是什么？送头。蛮担心的，因为他有前几次就因为他学业的关系，所以他没有来排练。那其实还有人要啊？有吗？小芝麻，同学有上课啊，他又是主角，所以我们真的还蛮担心他，因为我们练好就好了。因为前面有几次没有跟到练习，所以说整个队形走位加小细节动作都没有。给我赢猜拳。相信有一天看到远方。哎，我会跳哎，厉害吧？我超喜欢这首歌的，可是后来比较喜欢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个什么？Hello, hands up, I wanna make you mine. 秘密不想，秘密还不明白。走一，这比较可爱哦，好喜欢梅花的歌哦。刚去猜拳，哦。练习都还是有一点点误题的，所以就有点让人担心，小担心。我觉得有一点人家发担心，真的假的？肉昨天在看直播，是不是？同学一直觉得他自己做不到，没声音下是什么意思？他就会觉得，哦，你刚刚没有声音，可对不对？什么？我猜不懂你的不懂，真的明显暗示你确实懂也不懂。我们都超爱，所有弟弟我的人都超爱这首，然后。因为我们昨天庆功宴，然后庆功宴全部就都在放这首，然后大家全部都会跳，真好。清明真的每一次的那个字幕都是他在念的，为什么？这首很好听啊，给你们听，再给你们听一下。我的想法不能有。那你们有听过等一下出现的黑桃吗？真太好听了，我一定要给你们听这首黑桃。庆功宴们，跟你讲，庆功宴东西超少的。庆功宴东西超少，我那时候就吃一吃，然后吃一吃，想说，怎么上甜点了？没了吗？超难过的。我想说怎么那么少，然后因为他甜点是奶黄包，我就去各桌收集奶黄包，就工作人员就收集奶黄包给我吃，因为大家我们学生时很爱吃奶黄包，所以就到处收集奶黄包过来吃。有些人不爱吃啊，有啊，有续团啦，其实就是去唱歌，然后因为那边唱歌可以接自己喇叭，然后全部都在放滴滴五二的歌，超开心的。黑桃这首对不对？超爱。跟你讲，这首歌是就是滴滴我现在录完了，然后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太好听了，真的太好听了。我找一下。为什么没有上线？跟一秒回忆一样答案。谢谢 Hello 潜水兔，无云不回，无云不。红心 ，Oh baby give it to m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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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今天我要说个明白，我只想要 na na na， 是吧？是吧？应该没有。等我一下，我去装一个温水。去泡我那个油。
怎么我抓一个水他还没有给我爬好？Hello， 莫里斯，播放记录嘞，已播放的歌，哈，都是之前的。Kiss the me， 直到了先，要将你的作色看不完。人家是去上的，对对，因为就很多吃的，什么卤味啊什么的，超多的，超棒。为什么他还是不给我连呢？请问我的网路振作点。目前的歌比较缺乏亮点，没错。没事，请你们继续看下去。哎呦呀，吓死我了！哎，为什么他还是不给我？哎，我是不是要重开呀？陈思玲，好可爱，那朵莉很可爱，配合哎，六小琴，那都不握你，直接小白痴，不握你直接小白，什么意思？有翅膀就好，对，超多的，他们叫超多，然后都没有吃完，剩一堆，真的是。我先看这个。很可爱。重新有点能看到远方。不要难过，你还是表现，谢谢。没有，这集真的只是在旁边走来走去而已。能抱住我。都问你做，你就进来晃一晃，然后就晃出去啊！你很像干啥的？你很像喝醉的，然后走进来晃一晃，然后就晃出去，超好笑。为什么我电视上面看起来画质那么差呀、啊？电视画质超差的。对，学钻石比较是这个走向的。Hello， 玄阳。哇哦。小白雪呗，还好还好啊、哦，我可以结束了。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还能一直保持新鲜，就怕意外画上句点，才勉强拒绝做一点区别，不是故意有话不说。还想跟我一个思念，王心凌鼻祖。可是只剩你的念头，寂寞却已在他身后，拿你没办法放开。
听见爱是你却是动也都不动，因为他的季风量，因为这集就是有淘汰啊，就是有淘汰。被你知道我的所有希望依旧被带上。超长 AKB48 TTP 的二级研究生，每次我们只要介绍，然后他们都会说我们很像在念 rap。给你们听哦，太好听了！谢谢吉正先生的石头，赢了！哎，我竟然连胜的，我竟然连胜！Hello， 詹明丽阿神，什么意思？网络怎么那么差呀、啊？到底 ？Hello， 黄宇，来看嗡嗡跳舞。嗡嗡有在上学？我还真的不知道耶，我真的不知道他有在上学。喝完直接关机。彩玲老师，我是希望他们可以很惊喜啦，我超怕他们反应很冷淡，毕竟我不是帅哥。才刚开始。看到小明星蛋糕哦，对啊，礼拜四吧，好像是。晚餐吃咸水鸡，谢谢四月送魔法棒，谢谢一峰送魔法棒。不熟，什么不熟？对，我一直以为，因为他的年纪，我一直以为他读完了，都还没看。我现在在看电视，剩16台。谢谢阿飞的追踪，哎，网络都很烂哎，在节目中完了没有？哎，有吗？那他没有，嗯。谢谢卡丘。超正吗？谢谢。三家全押余额100块吗？你身家只有100块吗？好了，不要在我身上花太多钱啊！Hello， 鼓掌，喂，晚安。Hello， 杨公公，哎，他到底怎么了？我的网络。要聊是六四大本的，没错。去三。哦，你们在讲谢阳公测新手选票。
前我一个初恋，爱你前我一个大姐，你身上的毒。欠我一个道歉，的毒，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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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氛可能稍微低迷一点，所以在这样压抑之下，是也不一定啦。可是芝芝真的做了一个很好听的歌。52个滴滴里什么？公演前十天。选举吗？真的假的？我最近都忘记去帮我自己投票。因为最近要拿翻，所以有时候会有打架的情况。但是芝芝唱歌也很好听哎。这是什么东西？嗯，金吗？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差的，因为他等他讲话都慢慢的，他就会这样子，他说有吗？是我吗？然后就什么意思？去上学有很多问吗？什么意思？这是皇后的塞子嘛，所以没有我休学。他跟我就是会在中间，然后有一段甚至是所有人都停着。下学期才会复学。走开人票，然后因为他身材又比较娇小，然后就显得就是比较没有张力。嗯，没有，我没有那个，因为那一段真的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也没有得看，大家都口很多遍，然后像程度比较好的人就会开始比较没有耐心，程度比较不好的人就会开始紧张。还是比较爱我跳 sixteen shots。sixteen shots。你说小明星大跟班的，你说跟什么比？弟弟五二比吗？对啊，休学，下学期才复学。哈，下学期复学我还要哦，突然觉得没有课业压力，超快乐的。跟大二一起上，就是不会那个。什么是在 Hello？ 妈妈可以自己做什么？也希望她可以一直做下去。特别是上厕所这件事也不例外。谢月上花枝精粹。花枝金色，好，感觉好像花枝的。啊、哦，谢谢了。先回家洗再来吧。什么？好像没了重修。对对对，重修学分就好了。没错，是真的重修学分就好了。你跟我说哈罗，傻眼，那你就合适再好。好哦，好哦，可。管理哥还没有，谢谢，报爱汉服，哎是吗？方。
我那个G卡在牙缝，说感谢 Pico， Pico 又是什么？对啊，我会念几年啊，天哪！哎，我平板是不是真的给我坏掉了？我平板。我平板是怎样？哈喽，我的平板。我的平板，哎，我平板真的不理我哎。哈喽，嗨，理我一下，扣扣。有去考职考没有吧？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好像可以念到六，哎，是五年，哎，是吗？六年。可哦，也是，是。快点，理我！我的平板，我的平板坏掉了，一直都没理过我。对呀、啊，我的平板到底想怎样？我会生气耶！平板，嗨！我要叫他名字，他叫什么？我平板是 Hello Kitty， 叫他 Kitty， 哎、欸。看到 IG 有啊，有啊，看到。例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应佩戴口罩，以及肥皂勤洗手。只要落实防疫措施。民众可以放心参与各项户外活动，哎呦啊，观赏户外形态的艺文表演及体育赛事，或从事踏青运动、旅游等有益身心。平板不理你不是很正常，你们是不是看习惯我平板不理我了？加入防疫新生活运动，我平板的，你知道我刚刚连那个网络，然后也连了超久。然后结果网络很差，哎，好不容易连上了，结果网络很差，生气耶！我，然后生气，然后玩默默拿起那个 Switch 出来玩。我妈妈说要买孜然羊肉给我吃，她去哪？她怎么可以买到孜然羊？她又瞒着我，偷偷跑去哪里了？算了，每次都这样。拼五 G， 现在还没有。游泳，游泳了。我也要吃，你们都吃不到。向阳哥送蓝色圆棒，最近都顾着动着。我有跟他讲说，就是我们所有人会尽其所能的去做到零食物的保护你，然后剩下继续吃我的深水鸡。做到零食物，那我们至少就不会太危险。游泳好冷哦，感觉超好吃的。你刚很多地方是这样，可是你是 queen， 你要有一种，就算我不会跳，但是我现在就是在中间，你怎样的这种状态，你再做一次。嗯。我岛终于没有下雪，下雨了。
台的把我的剪掉了，我的画面剪掉了，是不是弟弟我的歌都好听，对不对？弟弟我的歌是真的，每一首都很好听。更记得还有潜水机，我潜水机有看，又有吃。我来，欸，我要干嘛呀？我觉得这里，我忘记我要干什么了呀。就是蛮落后的，但是我去敲我的。我不希望被换掉。我应该除了只听你唱的部分就好了。强大的信心。可是可能都听不太出来。哦，那修到。城乡版嘛，所以听起来都要很好听。担任舞蹈小老师，没有，就是因为本来就是要互相扶持这样。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这集的衣服长超可爱的？我有一个很可爱的那个小帽。唱歌进步了，没错啊。你说 TP 的坑不好？什么啦？我没有这样讲过哦。我要去听 KK 唱歌。现在的心情是心情悠闲，他要唱一个悠闲的歌。哎，我没有看到，我又没有看到那个了。哦，又算了。好，那他这样我就可以走嘛，对不对？点播完就可以走。噔噔噔噔，好啦，我看一下我的表演了。跳真好玩，谢谢。居然没跳，当然，衣服占我的光。不喜欢衣服还送。啊 ，OK。其实这首歌没有到很难听了，就是很好听啊，当成听歌哈。到底要看还动身？先看，先看。对啊，雨伞。就比对对对对对。可是我的衣服是真的很可爱。自己说自己衣服很可爱，我真的很认真。这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帽子。对啊，放的是那种能当。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想要我们新的风格吧。人很可爱，衣服也会可爱，是吗？把你从心里搬出去，把感情尘封在记忆。天啊，我眼睛好干了。这边就是这首歌就在后面当伴舞。噔噔，噔噔，歌比较清新点，对，比较清新。专心看雨梅做这样的衣服，我衣服就是那种。那什么沙，然后蓬蓬的。姐姐马尾真的很好看，但是坏掉的马尾，发质超差的，跟你们说。哎呦，对啊，那种网纱吗？波纱？哎，我记得有我的画面。
好。哦，看起来很紧张。我其实蛮期待你们这一组的，因为我觉得好抗压性要非常的足，因为上一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继续玩，跟我鉴定在那个、啊、在那个 DD52 那边。我来敲，继续踩。哎、欸，我金矿石很难用到、欸，我都踩不到，超难过的。江风在记忆，这日记多寂寞。很勇敢。为什么还是没有金矿石？好难过、啊。还蛮喜欢辣台妹那组台语歌，台团对不对？很好听哎、欸，台团，烈焰之心团对不对？讲错。哦，鉴定法则啊，就是太常听 TWICE 那种，我们第一首也就是像 TWICE 那种活力的感觉，这超可怕。我那时候说满意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就是做好该做的事情。但是他有团，因为就是想要有那种不一样的风格，所以才会有一个台团的出现。然后为什么都是铁矿都没有金矿耶？为什么？果然喜欢台，没有真的，就是很棒，很好听啊，真的很好听啊，很难，真的很难出金矿哎。都是铁矿，好难过、哦。先不知道有没有，没事没事。什么？我没有要跟你讲话。我突然跟。他做的很会洗脑，对不对？Oh baby, give me to m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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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今天我要说的明白，我只想要 na na na。哎呦喂呀！真的是，我要干什么呢？我今天是要干嘛？干嘛不跟人家讲？没有啊，我要做事情啊。天哪！我又不小心坐到 KK 的椅子上，我又不能走了。哦哦，哎、欸，我又不能走了。哦，不小心坐上去。哦，心好累哦，算了。真的是。两寸打掌没有，我是血钻石。特地要这首歌，我真的是。安乐阿凯。我不小心听他唱歌。节目分配吧，好像是。就是我们会先有那个意愿，然后节目再帮我们分配。现在凯瑟的魔法棒跟枫叶。动身演唱会，对啊，烦呢、欸。
都比我优质，你还偷呛我，玉仁你还偷呛我，真的是，觉得对啊，我就不抬，我是真的不抬。看完他们，我发现我真的还差得远，他们太性感了。那先看一下炒面，好的。哎、欸，我的菜不见了。嗯。我不知道 KK 唱的音乐，我也不知道。好，先走了。终于可以走了。我看一下。我先去签我的服装店。梅花好紧张，这是什么？烈焰。Hello， 屈原是中天综合台36台播的，没主题跟你一样会。哎、欸，他是大姐，我不是大姐头。天阳刚上的 Love， 我要干嘛？我要帮我的服装店。哎、欸，我记性真的很差耶。不行，不能吃回去，不行。再来就是今天的 Queen， 我觉得你很卖力，然后我要搬迁搬迁，区域规划，拆房屋，什么50000啊？好贵。没有让我觉得好惊艳，或者是让我会有。想要为你落泪感动的情绪，对，搬起来，我想要大搬特搬，一天搬一个啊、哦！我不知道我要重整多久。但是我觉得 Taco 的整个勇气啊，真的比最一开始你告诉我你觉得你不会跳舞，相比之下，你进步的非常的神速。收取施工费用喽。好，好，50000块，很贵，开始觉得很贵，搬家根本不用，他们不需要搬家。要一直不停的往前。好，我现在去铺个路。哎、欸，先铺路再搬吗？那我看一下好了。梯子。然后，好，我先去铺路好了。需要搬家的功能，我要去开始施工。我现在要做成一个像 Outlet 一样，哎，我有讲过嘛，对不对？像Outlet 一样的那个 corner， 就是不是 corner。蹦恰恰拉嘎蹦恰恰拉嘎蹦。这是什么？我不要它，不是美食街，不是，是 Outlet 那种，就是国外 Outlet 的那种，因为我太喜欢国外的 Outlet 了，真的太喜欢了，不骗你们，真的超喜欢。啊！谢谢玉人送的辣，就是那种很快乐的感觉。哎，是不是要是，是不是来不及了？就是你们看哦，谁可以帮我？就是商店下面都不能铺路，对不对？是吗？是这样子吗？还是我要先在搬迁前就先铺？那这样可以逛，真的，我超爱国外的 Outlet。超棒，超幸福。
染了几次头发？我吗？这几个月染了三次吧。这几个月染了三次，漂了两次，超伤发，方框内都不行。哈，哎，这样很丑哎，他们不会觉得这样很丑吗？开始生气。对啊，不觉得他们不会觉得这样很丑吗？等一下，好饱哦，超饱，发质没问题，没问题，上电就可以升级，啊，十个就可以升级了，是不是？好 ，OK。哎，岛民最多有几个啊？最多可以几个啊？自然还没，要等妈妈回来，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好饱哦，太饱了。十个啊，最多就十个，是不是？了解。哎，我这边怎么没有盖到？等我一下。神崖。OK。谁呀？这个。啊！我做了什么？我把我的悬崖用掉了。OK， 好吧。我要去新疆八个月。现在回得来吗？十个。Oh my！ 放最多放四匹哦，所以最多试试啊 ？No， 我没有在这边做一个悬崖。哎，真的不知道这个用下去，真的不知道要用多久呀？感觉就好久啊。把自己推下悬崖，没有 ，Hello， 人，哎，永在新加坡，噔噔噔，哎呦喂，吃吃那个梦，再吃那个梦。谢谢秦湖送的 love， 我现在铺完我地了，它是一个希腊风的地，然后我要做成像奥蕾一样，所以呢，现在要来盖裁缝店，大建在这儿。离桥太近会妨碍大家过，哦，桥在下面是吧 ？OK， 不是啊，桥在上面啊，我悬崖在这边，桥在上面是怎样？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吧？我会生气哦，你不给我搭在这儿。还真的不给我搭在这儿呀、啊？洗澡等等来看，他
竟然不给我搭着。好，我来。可以搬桥的嘞。为什么要悬崖？没有，他要那个叠高，要叠高。主机就开始动，为什么？Hello， 阿爸的，哎，谢谢阿爸的分享。小狼公公就是，我一直在搬圈，可是一天只能搬一个圈，很烦哎。区域规划吗？搬桥梁是区域规划吗？终止搬迁，他会把那个。哦，可以。好，那我要，我要迁我的桥。嗯，上两斜坡或桥梁是吗？十楼梯。OK， 那搬桥跟斜坡，对啊，商量公共建，我还要那个搬电，真的是很麻烦呀。移动建筑，哎，没有哎，好吧，只能等那个石桥用好才能动。好麻烦呀。对呀，很麻烦呢。好吧，那我就先嗯。而且是真的什么都不能做耶，只能这样慢慢的等他。不然先搬其他东西，我看一下，先搬什么？先搬房子吗？先搬这房子吗？我来想一下，不然只能学灵异调时。哎，调时间我还是真的有点不会调，哎，怎么调呀？可是时间调完不是说什么只能往前调还是什么往后调？影片速度没在拍摄上，你干嘛那么严格？我查动身调时间，有人都叫我调时间，可是我因为我懒，所以，可是不然现在慢慢等，真的等很久，调时间。召唤灵异大师，灵异大师现在不在。好处与风险。价格好坏可以开放。查看当时。哦。我的银行利息，重新垒原本的动物岛。啊？大头菜，蟑螂出现在房间。哦。先储存，然后点选日期与设定。哦，然后选择解除联动，哦，哎，太麻烦了。算了，不要，看来没办法了，好吧。我还都没有买到菜。
我的有对到吧？我的应该有对到。哎呀，你也太懒。没有啊，看完然后就觉得哦好累哦，算了，我慢慢来，没关系。对，没有太难，是太复杂，太麻烦了，所以就算了。蹦恰恰啦个蹦，蹦恰恰啦个蹦，恰恰啦个蹦，嘿，蹦恰恰啦个蹦，恰恰啦个蹦。好，我先潜水了，拜拜。先下水喽，给你们看，我在游泳。这是零一的黄色泳衣，好像有出新款的，那个在目录上。不过没关系，啊，我还是去看一下好了，新款。下水才想到，恰恰啦个蹦蹦，恰恰啦个蹦，恰恰啦个蹦。对耶，矿场。有对到谁点阅率超？对啊，我点阅率怎么那么高呀？我有吓到。考场没有啊，他有绿树叶，我等下去看看。因为阿潘今天传说有新的。哎，我有吓到，我点阅率超高的。加加加！哎、欸，我狐狸好久没来了。蹦恰恰啦个蹦，恰恰啦个蹦。面妈爆眼什么？现在抓到珍珠哈、啊，还没有抓过珍珠，没关系，我来，等一下。先卖东西，泳帽跟水凉鞋，哈，你都去摸过？我好像没有，我看一下，五甲虫，先卖虫虫，抓到的。不知道怎么做影片，应该也是就是，我看一下，哎，好像不是这个，应该在那个 ATM 那边，我看一下，可以直接下去吗？哎、欸，可以耶，开心。噔噔噔，什么大师影片啊？抖音是不是？不对啊，冒充也是抖音大师啊。不知道哎，都可以，要问他。哎呦呀！
我来看看有什么。出，没有呢。还有哎，不对。哦，哎，水凉鞋，水凉鞋在这儿。我有水凉鞋。贝壳侧背包。可是好像没有什么，还是在衣服店啊？我看一下。哈喽博婷。哦，里程有一件就是，哎，等我啊，我走掉了，再进去一次。水凉鞋。好像就是那个里程，我看一下。耶，黑桃来了。石栅栏干稻草，看一下眼罩潜水不是啊，这个呀。可是就很绿色的，它有什么颜色？我查一下有什么颜色。后面还有我吗？淘汰的时候，我看一下，动森潜水衣。潜水衣款式有没有款式呀、啊？就是，哎，这好可爱哦！为什么别人有这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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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诺克购物有耶。歇斯底里，我找一下，我再去诺克购物。Oh my god！ 我想要再看一下柜。可以看美食。喜欢粉色，当然。我觉得走路太拖，让我感觉你有穿高跟鞋，但其实你没有，走直线的感觉。我看一下诺克购物。可是他说是要摸过才可以啊。粗痕，对啊，我只有那个。是不是要摸过呀？在歇斯底里。不高兴别摔，就是要给你香菜，他不小心掉下去了，吓死我了！真的没有哎、欸，为什么？叶子潜水衣，对啊，他们刚刚说是在，怎么这样？他是不是欺负我呀？我看一下，对啊，上面写怒可购物啊，每日精选。这个吗？啊，找到了这个，我要买。让世界欠我一个初恋，而你欠我一个道歉。哈，哦，我这已经买 B 版了，所以没有。大家都上课练舞的时候都非常疯
有，我找到了。潜水死神，我是粉红色哈，我今天粉红色我没有买到，那明天会是什么颜色 ？Oh my god， 不行哎，我要买粉红色哎，怎么这样？寄给你，大家图哦。什么？裁缝店竟然只开到9点 ？OK， 那我继续下水好了，就算了。大概土色。快在那边，在那边加 yes， 下水汤，水母，这啊，过了，那边，对，在声控它。海星，我想抓珍珠啦！我今天有遇到什么阿赖哦，还是什么的？谢谢本娃送的布 ，Hello 本娃 ，Hello 龙蛇虎兔，鼠牛。看到有鳍的了，我先上岸抓钓鱼。我先上去钓鱼。外国人，谁是外国人？你说哪个是外国人？啊，巴伦月吗？你在看节目吗？是吗 ？Yes， 我刚游到一半，然后看到有鳍的，然后想说是什么，结果是鲨鱼，我就赶快上岸，然后钓，好快乐。拿去卖，把鲨鱼拿去卖。养肉回来没？还没。现在看弟弟玩，没错，有一个讲英文，对，他是蒙古人，他是蒙古来的人。好险！对，我就赶快回头，然后上岸，然后钓鱼。木木。我想说哪里有木木？哈喽。开心啊！顺便把刚刚钓到的都拿去卖一卖。耶！卖掉。我钱装不完。我最喜欢听到我钱装不完了。卖鱼周期，没错。卖条好鱼。跟你要不啊哈哈。继续游泳，钱太多可以留。没有，我缺钱，我还要搬迁，到处搬迁，钱要很多。没有钱。这边。耶。章鱼。我真的刚刚很厉害耶，看看为了问有没有看到柔君的牌子啊？对啊，忘记了。Hello， 西西。
里是哪里？这里是机场。好，我们，哎，可以从下面穿过去吗？我看看。可以耶！哦，不行耶，好吧，想太多。搬迁很贵耶，早知道我就不要乱盖房子。可是好像也很难，好像就是。有需要可以让他爸爸哦，什么意思？开罗黄鱼相信自己，我现在在找，怎么都没有气泡呀？都找不到。啊，这里这里这里，回来回来。哟，我回来，对，这里，耶！前面，前面，前面，对，哎，开心。那你，哎，你也在看是不是？蒜头。还第一次看，但我就想说你不是没看过。哎，还好后来有看，有啦，其实有本来就有看懂。只是你们排的很好笑，我有研究，就是还是有看的。哎？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让我抓呀？这是什么？虾菇？一次顾三个东西，有看懂？当然，谢谢玉凤送的枫叶。三说什么？说着。TPL 退场记录，有可能会有吗？我也不知道。耶，又有气泡了！哇，大捞特捞。张宇，自然回来，感觉自然不会那么快回来，应该等我下播之后才会回来。海葵，今天抓到松叶蟹跑的。我刚抓那个，那是谁？龙虾菇哦，跑超快的啦。这个也是，这是什么？这只是什么？Oh my god， 他怎么在后面？他只跟我来回。
跑哎、欸、，Hello， 谁？章鱼？啊，口袋满了，替换。那算了，不要。好，那我回家。既然口袋满，就先回家。夏菇也很好吃，什么？可是我抓到了，不能吃。是在哈罗。地上飞快的风，心碎脑袋。你伤不在，不悲不悲。你是在欠我一个初恋，还欠我一个道歉。混血，对啊，裴姐。很好看这首歌，超爱这首歌。雨熙，讲都忘，你也有混，哈哈哈！现在虽然唱了 Love， 对，没错，我也有混，真的很好看啊！真正。藤壶，藤壶我没有钻过。我不是有用过那个，有混啊，我混一点点荷兰。许香香回来了 ，Hello， 什么娱乐最爱小晨晨？你身上的痛。初恋，而你欠我一个道歉。你身上的毒，耶耶，毒，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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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好看。啊，我要干嘛？我要去买东西，我要去买东西。超好看。母妈，母妈是什么？我要卖东西。Oh my god， 不是他，海葵、章鱼都给你。哦，不是这个，这个。哦，还有螃蟹。谢谢小晨晨送的 Kiss 啾啾，评价很高。对啊，又很好看。谢谢小晨晨送的 Love 跟荧光棒。差不多了，好累啊！今天也不能干嘛，
要等那个楼梯施工完我才能坐。而且我明天也不能干嘛，我明天要搬桥耶。念得出那个名字？你说哪个名字？裴姐吗？还是什么？没拿项目啊！可是他竟然看的没拿下墨镜看得到人，愣愣的。现场刚送玫瑰，陈大上庭傻眼，一副在搞工程一样，真的一天又一天完成一个工程，啊。现在回家送玫瑰啊，龙医生。哎，哎，我没看到这个。哦。已经赶完了，我还没赶完到，好久、哦，好难过。可爱。老师，我有很多新歌可以去你家录吗？好可爱。好啦，我先念个排名。第十名是阿凯，第九名是明镜，第八名是思源，第七名是阳光，第五名是第六名是玉昌，第五名是玉人，第四名是本丸，第三名是阿米，第二名是综合喵喵，第一名是齐生姐。谢谢你们。咦、欸，好久没看我心，对不对？对啊，我也觉得。谢谢你们。我们下礼拜见，下礼拜就是平日下午了，就是同一个时间了，其实。噔噔噔噔噔。他们都全部都说表现很好。我在看你那个带试看带的时候，因为看不出来你跳舞跟你。好了，大家拜拜，下礼拜见。突然看到太入迷，对，聊去吧。好的，大家拜拜。感觉真的还可以，还可以。拜拜，谢谢小橙的送，看好你哦，拜拜，下礼拜见。三二一，拜拜。我认为你们这个团十三个人是。谢谢灰香送的再见。今天的 Queen， 因为你是焦点嘛，子琪，拜拜。